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潮濑保险蟹。今天是我关在家里躲疫情的第20天。我最近都在网络上面乱买一些有的没的吃的。前几天拿到这个是锦张鸡脆皮鸡皮，大家看一下。来试吃给大家看一下。本来以为很大一包，不过真的超小一包的。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大小是怎样。这是 iPhone 12 Pro 的手机，几乎快跟它一样大，就只有这么大而已。然后我看一下我之前买这个买多少钱，我是买这一组的，就是六路，有麻辣锅两包，韩式炸鸡两包，蒜味椒盐两包。然后它是，反正还有运费啦，反正差不多就是700块。它总共六包是630，算了，我直接算一包100就好了。拿到我有点傻眼，我为什么当下会干这件事情？一包100，这样一包100，超级贵的，我倒不如叫咸猪鸡就好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一样开箱给大家吃看看一下。我是有开一些啦，我已经吃过一些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量是怎样。我开一包全新的给大家看，来个麻辣锅，但是麻辣锅口味的。然后里面就这样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，没有几块。吃起来有点空虚寂寞的感觉，这样子，感觉到吗？是用的还蛮好吃的，也不错啦。只是说它可能就这样子几片，类似这种大小。我再拿我的手机出来比对一下，这种大小的可能就。反正里面内容量就跟我的手机就差不多了，可能再多一倍而已吧，就大概这样。好，一包一百。它是炸的很脆啊，然后调味调的蛮好的，就是它辣的，跟韩式炸鸡，还有一个是蒜味椒盐，其实味道都蛮不错的。只是它就是唯一的缺点，就是一包它是50公克啦，那可能就是我刚刚吃那个没几片也就没了。本来想说要配酒当零食吃，结果发现我一瓶酒还没喝完就已经吃完一包了，所以大概下次不会再买这个。但是如果觉得不会很贵的人可以去试看看啦，还是可以买来试看看。今天大概就介绍到这边，就是最近我会拍一些我乱买阿里亚扎的东西。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潮濑保险蟹，拜拜。